号称半个娱乐圈明星都会出席的微博之夜，对明星来说是一场全方位的比拼，从造型、状态到粉丝应援都会引起讨论。当然，对吃瓜群众来说，明星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以什么样的妆发亮相红毯，才是最值得讨论的。一般明星在亮相红毯之前，工作室都会先发一两组精修出发照，提前透露造型。但没想到现在的工作室越来越卷了，不少明星一大早就拍好照片，率先秀造型。动作比较迅速的是佟丽娅的团队，一大早就晒出了她身穿紫色亮片吊带长裙站在高楼前拍的照片，这条裙子秀出了她纤细的腰身。虽然佟丽娅颜值比较高，但这次的妆容似乎没能让粉丝满意，有粉丝吐槽眉毛画得不好看，不知道亮相红毯之前化妆师会不会听劝呢。张雨绮一向喜欢在红毯上穿样式比较浮夸的礼服，这次微博之夜的战袍也一样，是一条有着宽长裙摆的湖水蓝长裙，精修照看着挺美的，但如果她本人没有精修照瘦的话，在红毯上大概率会显胖。周笔畅的工作室一下子就放出了两套造型的精修照，相当于红毯造型和晚会内场的造型都提前曝光了。第一套造型是钻石流苏长裙，小秀性感，比较有女人味。周笔畅的另一套造型是白色露背西服，走飒爽中性风，两个造型主打一个反差感。同样小秀性感的还有于文文，她穿了一条黑红渐变高开叉长裙，秀出了长腿。这条长裙如果没有好身材的话，其实很难驾驭。当然了，只看照片的话，于文文是 hold 住了，不过修图师下手也是有点重，把她 P 成了辨识度很低的网红，如果不是工作室发图的话，真的有点认不出。王晓彤的精修照看着像影楼的婚纱照，虽然朦胧的滤镜配上身影的打光已经很努力在营造梦幻的感觉了，但这条略显普通的蓝色裙子注定她在红毯上不会引起什么讨论。比毛晓彤穿得更显普通的是选择了一条全黑长裙的李斯丹妮，戴上黑色手套之后给人一种从头包到脚的感觉，大概这就是暗黑风。为了搭配这件宽肩黑色长裙，李斯丹妮特意化了很浓的妆，烟熏眼妆、加强鼻影和血色口红都很抢眼。至于这身造型的真实效果怎么样，还得看红毯才知道。那边李斯丹妮穿了全黑长裙，这边刘雨昕穿的是纯白垫肩披风和西裤，两人如果在红毯上相遇，大概可以组一个 CP 叫黑白配。容祖儿的红毯造型老是奇奇怪怪的，这次她选了一套粉色搭黑色的羽毛裙装，精修照看着还行，但愿红毯上不会显土，毕竟红毯上没有这样的打光。宋轶的出发图没有秀出完整的裙子，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空间，不过看她大袖肩颈线和美背的照片，已经能想象到这身造型是好看的。清晨的黑色鱼尾裙跟宋轶的礼服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清晨这条裙子除了秀肩颈线还秀了腰腹线条，很适合有腹肌的她。于正力捧的白鹿穿的是灰色蛋糕裙，让她看起来高挑纤瘦，只是不太懂发型师是怎么想的，把两撮刘海贴在额前是为了修饰发际线吗？这种湿发风格实在不懂欣赏，看起来像几天没洗头。欧阳娜娜的红毯出发图拍得更像是日常工作碎片的风格，只见她绑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盘发，配上黑色吊带裙子，有点像她度假的私服。比较神奇的是，欧阳娜娜每一次的精修照看起来都是棱角分明的样子，但一到红毯又恢复成肉脸的状态，精致度瞬间下降。这次她究竟是不是照片，不妨拭目以待。处于事业上升期的95花虞书欣穿了一条水墨拖尾短裙，裙子看着还是挺有质感的。最近她因为拍戏瘦了不少，所以这身造型在红毯上的真实效果值得期待。虞书欣还有另一套走性感风的黑色长裙，凸显身材曲线，走大女人风格。陈坤旗下的小花张静怡穿的是一字肩缎面高开叉长裙，配上黑长直的发型，从小女生变女人。只是黑色的礼服很难出彩，尤其是微博之夜这种女明星的战场，平青青日常知名度大增的田曦薇准备了一套她擅长的甜美公主风造型，粉色羽毛裙配上齐刘海长发，给人一种俏皮少女的感觉。男明星的红毯着装一般都是纯色西服为多，暂时就不多说了。但在一众男明星中，张大大的橙色西服搭同色毛绒装饰的造型，被 TFBOYS 的团粉调侃穿得像粉头的应援服。不得不说，现在张大大背后的团队还是很会炒话题的。 TFBOYS 团粉的名称是四叶草，他们的应援颜色恰好是橙色，所以不少粉丝都调侃他应该穿这件衣服去跟王俊凯、易烊千玺、王源合照。虽然粉丝的想法很美好，但 TFBOYS 这次应该只会同场不同框吧。看了一部分女明星的造型，大家觉得谁的造型最好看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